超市购物一大包，钱不是问题，该花的怎么着都得花。购物袋收费2毛，绝对不是我小气，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花这个冤枉钱。300的火锅，人生在世图个儿子，餐巾只要2块。2000的演唱会门票，跑马了。20的影视会员，啥？这么多钱？8000-9000的手机，只要我看着顺眼，再多的钱咱也舍得花。9.9块的手机壳不包邮。我的个心啊！多钱的孩子疼你啊！20-30一杯的奶茶，便宜，老便宜了。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你休想。599的游乐园门票，没问题，我掏了。停车费20，太黑了吧！一顿外卖好几十，不吃饱怎么行？真是铁饭吃到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准备下单，发现没有优惠券，我还不吃。大几千的护肤品，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，女人呀，就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79的眉笔，果然是个穷人。出去逛街买衣服，先买先谈，咱叫省一省。购物后发现没钱了，我的干饭能力10，消费能力10，经济能力10，居然是零哎。